要跟你解释清楚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那只雌狐狸在那儿。哦，我打听到了一个师傅，手艺特别好，可以将雌狐狸粘回去，都跟原来的一样。碎掉的东西，再怎么修补，都变不回原来的样貌。回不去了。可是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还在生气吗？没有，没生气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就安安心心的训练，好好做你的太子妃。男女有别，之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才不想做太子妃呢，我那天去只是因为我想去看表演，后来参选也是因为我跟赵小姐打了赌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真的。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明天也要走了，今天我就来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？我回粉谷了。飞灵谷。晋王，我是真的不想当太子妃，我不骗你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听到了吗？我是说真的。